今天是我们在香港的第三天，我们选择离饭店不远的 Five Prince 先吃点早餐。这是一间来自于澳洲的咖啡厅，听说这家咖啡非常厉害，面包更是当天制作的酸种面包，而我点的是洛梨吐司与一杯冰拿铁，满满的洛梨覆盖着烤到酥脆的吐司，再挤上柠檬，吃起来非常清爽脆口，拿铁也非常香浓，多了一个烘焙的味道。我很喜欢店内的装潢与氛围，享用了一个美好的早餐，这家店很推荐给大家。是吗，各位？好吃。没钱去国外，来香港感受国外。这边我们等一下会去逛这边相机街啊，还有金门街、玩具街，就是可是逛一些复古的街道。深水埗是个充满庶民文化的地方，有许多电影中才会看到的港式牌楼，街上各式的摊贩与特色街道，像是玩具街、艺文区、3C 特卖等。虽然逛起来有些繁杂，但可以感受最真实的本地生活与文化。也听说这里常有许多旧物店家可以挖宝，我们就特地找了几家古董相机店来逛逛，看看有什么特别的相机。里面的店家超多都没有开，赚的够多，可以起得更晚。哇，他们有些店都下午两三点才开。不是，他是要拿去卖的吗？不是哎，还是他只是在那遛鸟。一个，对，这个咖喱椒，这个，好，顶，炫波生鱼线，来到这生鱼线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一间叫做金华冰厅，人超多，然后它是一个茶餐厅，超级多可以选择。来到这里绝对必点的是全港公认最好吃的菠萝油，外皮酥脆的菠萝包，再夹着厚片的冰冻奶油，多层次的口感真的超级美味。在这里也可以点到许多港式美食，像是鲜油西多士、干炒牛河、牛肉蛋炒饭等，还有阿姨推荐点的鸡腿咖喱泡。很好吃，上面有这个起司，然后这块是鸡肉，是不是？很好吃的，它有点带辣辣，它是很香的咖喱。我觉得这个很赞，是他刚刚推荐我们的，对，他有推荐我们。幸好他有推荐我们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点的餐点吃起来口味真的都很不错，而且分量都超级大盘，可以说 CP 值蛮高的。难怪店内总是座无虚席，这家金华冰厅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列入口袋名单，在这可以直接吃到多种在地美食。这条虽然叫金鱼街，但好像他们就是都卖宠物，有很多的猫猫狗狗啊，还有一些兔子，看起来好像会觉得蛮可怜。然后金鱼都戴那个袋子，然后狗也是锁在那个笼子。小美冰淇淋，
随机在某个街角啊，或者是特定点才会出现，不一定遇得到。但如果遇到的话，代表运气真的蛮不错。如果有遇到的话，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它是一个很复古香港口味的冰淇淋。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发现，这几天在路上看到许多特色车牌，像是路边这一台 King Size， 还有前几天在铜锣湾看见的 Feel Good， 真的都超级有趣。听说香港的车牌是能够花钱指定再竞标的，大家来香港不妨也可以观察一下，搞不好会有更有趣的发现哦。接着我们搭车来到尖沙咀的 K11， 这里分成两大栋 K11 与 K11 Museum。 车站连接这栋是 K11， 里面都是以在地品牌居多，还有几家常见的运动品牌。而距离800公尺的 K11 Museum 是主打艺术与购物的融合，远看建筑外观就非常夸张，内里的装潢设计更是高级。这里的品牌大多都是精品与设计师品牌，与其说是一个商场，我更认为是一个美术馆的感觉。虽然这边的消费水平较高，但环境非常漂亮，而且旁边就是星光大道，非常舒服啊。这个是梁朝伟，梁朝伟的手，哎，他手好大。这边就是维多利亚港，大家如果下午可以来到这边逛街，然后夕阳的时候来这边看夕阳，应该会蛮漂亮的。等一下我们要去太平山，所以没搭到缆车，今天上去看一下夜景。接着我们搭乘天星小轮前往港岛，这是具有百年历史的交通工具，渡轮上处处都藏有历史的韵味，也超适合打卡拍照的。沿途中还能欣赏不同的两岸风景，但不到十分钟竟然抵达了，超快速，而且船票也不贵，很推荐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哦。现在呢，我们抵达了，但是这个人潮真的超级多的。路口的那边，到这里。就这样，我们跟着人龙缓慢的前进，好不容易排到了售票口，想不到后面依然还是要排队。而且这边要小抱怨一下，里面的动线完全没有管制，很容易造成推挤和受伤。总之，这一路我们排了快一个小时，好不容易才挤上车。随着缆车越开越高，天色也慢慢的暗了下来，从车窗隐约的可以看见繁荣的市集。大约五分钟左右就抵达了山顶，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在山顶这边有许多商店与餐厅，有点类似百货的概念，但这个人潮真的很可怕。直到我们来到最高的观景平台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最顶的地方了。然后这边雾超大，然后人也超多。这边看起来真的是蛮棒的，老实说真的蛮棒的。但刚刚过程不是很美好，超级超级多人，然后大家都挤了。等一下8点之后会有那个灯光秀，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。
看完了夜景，还没吃晚餐的我们想赶紧下山，想不到下山依旧是无止境的人龙，这又白白花费了我们40分钟。所以如果大家来的话，会建议安排白天会比较好，好像也有其他的巴士能够上山。至于夜景的话，我认为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，这里真的不太推荐晚上上山啊。终于下山了，这个地方强烈的建议大家绝对要好好的考虑一下。这家谭仔三哥是家麻辣米线店，有多种口味可以做选择，也有套餐方案，还能自行调料，而且辣度分成十种，超适合喜爱吃辣的。辣沙子啊，你选你的。太慢了，小心一点。谢谢。谢谢。小心拿。它很大碗。它很大碗。嗯，很够味。是台湾人会喜欢，这个也好。小心拿，来来，小心拿。OK。哇，开心哦！上餐后超级惊艳，汤头也非常浓郁，分量真的超大碗，而且价格很平价，加上店内环境舒适，服务也很好，让我们享用了一个美好的晚餐。真的超级推荐大家来香港可以考虑谭仔三哥，我觉得里面的环境啊、餐点都是我们这三天在香港吃过 超好吃的店。超推超推。I can't be the one you keep running to whenever you feel down. I can't be that someone who'll always be there when something's wrong. 请问他们入门飞机。我们今天是在香港最后一天，我们今天会搭比较晚的飞机，所以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好好再逛一下香港，吃一些香港的美食。那我们第一站要先去尖沙咀的这个 M 家，是我们这边没去到的，有很多香港的朋友推荐我去那边，他说那边外观很漂亮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过去看一下。家是亚洲首间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，占地非常广阔，里面有多达33种不同的展厅，建筑体以大面积的清水模为主，是个纵横交错的艺术空间，加上自然光影的变化，空间感非常漂亮，更是一个适合打卡拍照的地方。来到了草间弥生这个展，那它整个 M 家里面里头啊，它就用这种草间弥生的这个丝条，上面有一点一点的挂满这个 M 家，超级酷。然后 M 家真的整体的设计全部都是清水模，还有一些黑白相间的栏杆，真的超级美，超级超级美。全民生的展，其实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要逛草间弥生，但没有时间去，因为日本的艺术馆啊都太远了，
但这次来到香港，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到 M 家，又刚好有草间弥生的展，刚好可以圆了这个梦。然后我很喜欢这一次这个展览，也很推荐大家来这边逛一逛、走一走，会有不一样的展览、不一样的展厅可以看。那它外面这边是有，就是海景，对，它这边可以直接看海。所以如果你不进来看展的话，其实也很适合来这边拍拍照啊，外观其实都很漂亮。尖沙咀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吃午餐，我们等一下想找一个冰厅，也是茶餐厅，来吃一下午餐。那很不巧的是，现在下雨了。接着我们找到这家旺季冰室，点了招牌的滑蛋叉烧饭与西多士，饭的表现偏日式，没有太惊艳的感受，反倒是西多士很大一盘，切成块状好入口，整体的餐点与环境都蛮不错的。这几天吃下来发现大多的连锁店家环境会比较舒适，餐点上也表现不差，如果想舒服的吃一餐，会推荐选择连锁餐厅哦。So fragile in the night, in this moment. 我们现在来到了旁边的海港城百货公司，这边的百货就蛮大的。我们上一次来香港的时候，在这边迷路。那这个百货公司隔壁就是维多利亚港，所以如果你下午在这边逛的话，傍晚就可以在这边看夕阳或者是夜景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而且这边的品牌超级多。这边都是拍照点，然后就会超级多人。我这三天其实会建议大家，如果真的是看小红书来的店呢，会超级爆多人，根本就不是小红书上那样子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那个景点都会被占满。那我比较建议就是去比较旁边或比较类似的景，反而会比较好拍，而且人也比较少。我们已经到机场了，我们要即将回台湾了。这次在香港的旅程，我觉得虽然很累，但相当满足，体验到香港的吃喝玩乐，还有一些好拍的景点，也推荐给大家。那如果要来香港的话，要记得就是穿好走的鞋，不然你一天走的会脚很酸。那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是阿龙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，拜拜。Forever be, forever be.